那现在呢，就快5点钟，晶晶要下班，我现在过去接她，然后就去 Mount Wellington 那边的一座小山，我不知道那座山叫什么名字，但应该是可以爬的。那准备了一袋子的东西，现在出发。那现在就到了晶晶的公司办公室楼下，大概还有15分钟左右吧，他就下班了。那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云。那新西兰呢，在它的上空有一个臭氧层空洞，所以它的这个紫外线呢是直接射到这边的。而且新西兰也是这种皮肤癌的高发地区。前段时间呢，同事才提醒我说，如果身上呢突然出现一些痣，它有超过这种大概2-3毫米，你要特别注意一下，有可能会是一些癌点，那就最好到医院做一下检查。那等一下爬山啊，现在先把这个防晒油先预先涂好，然后就等晶晶下班。那刚刚原本想爬上来的，但是又说借了那个路口，然后给后面的车一顶，我就直接开车上山了。其实非常短非常矮的一个山，但景色还不错。是遛狗的好地方，这样应该看不到你没化妆的样子吧。这座山是 Rangi Toto， 是一座火山。哦，我说，我觉得新西兰很适合，因为新西兰到夏天9点钟天才黑嘛，然后就很适合那么好天气，下了班之后买点东西上来山顶上吹着风，看着日落似的。全家桶。啊，好山的。不知道他这里这个斜坡能玩那个滑板。刚才查了一下维基百科，Mount Wellington 只有130多米，然后它的位置是靠近中区的 Sylvia Park， 所以可以过来爬个山，然后去逛街。爬个山我都不想逛街了，这么累，所以还是逛街就算了，不要爬山。